生的东西先不要吃，先吃热食熟食。对。哎呦哇！我真的最偏心的。哎，可是为什么没有看到甜点？会不会还没出来？你有看到甜点吗？还是甜点是用点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对，那个马卡龙那些、啊，对对对对，甜点用点的，对对对。我们不是都点了吗？我们好像没点，有点。没有，我们没点。我们记忆，我们说甜点先不点，所以没有写在刚刚的上面。对，没有写在刚刚的上面。哎、欸，它这个好咸哦、喔，松露汤，真的。它这个汤都很咸，我那天在船上喝的可是。超浓，台姐你喝喝看，超浓，赞，好吃。妈妈还请她把那个可颂拿掉。对啊，我是后听到后面那个人说不要可颂，我才知道可以不要可颂。对啊，我就不要吃可颂。不要吃没关系。哇，好浓哦，已经你最爱了。小小狗。你刚没有点水果那个果汁，没有，那人家不要喝。什么东西？他点茶、啊。什么卡 ？Lemon fresh tea。对啊。柠檬卡应该还好吧？哎、欸，你们三个都喝一样吗？嗯。我喝台湾奶茶。我觉得柠檬卡应该还好。这个就是要一道一道拍。嗯，对啊。对。比如说拍到你忘记哪些拍过，哪些没拍过。不会，我命中先进。我把肉收。你是拉椅过的。垃圾组。你那个吸管的垃圾组。这样拍的。旧的店只有两个地方。哦，我想说怎么走到哪都可以点，他应该知道要改进、因为大家会排很久。嗯。所以你们全叫了，全叫啦、我们是第二个点到，真的，好厉害。你们也找得很快。那个人一定会觉得，哇，你怎么那么会点？他刚刚在朋友的时候还说，这个只能点两个。那我们说可以减四个，我问他说，减他好，他可以。你就说，因为我们有四个人啊，你就说你们是代表。应该是不会。没有，你应该刚说137，两桌，他就会给你四个。对啊。因为我们不是你们是两个人，就是他如果说一个人只能点两份的话，你们两个人。欸、你们都没有吃到泰国虾。有呢，你们那个虾头就把它丢在那个碗里，它可以收走。哇、好吃、啊！泰国虾要去吸那个头。没有，你要沾那个酱。吸头的竹子。我不敢吃吸头，那个胆固醇。旁边就是蟹吗？啊？哎，对，好像是。来了吗？他敢拿这个？不是啊，那个是你们拿的还是他送来的？哪一个？这个，嗯，这是去点的，啊，去点的，去点的，你们拿来的吗？去拿的，那个不是，那是鱿鱼。哦，两个蟹是要用 order。这个为什么不敢吃？这个是做好的，不是生的，我不知道。炸鸡比较 OK， 哦，那个好，我今晚来吃生蚝，我觉得那个真的不行，它里面的肉是酱冻，直接弄到这里，我没点，对啊，这样直接弄到这里，
是有小汤匙。生蚝，你应该要学妹妹一样，统统都拿出来。对啊，这样不是比较方便？等一下要用的时候比较方便哦。Sorry， 你自己动到摄影机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你觉得呢？柠檬茶应该，可能看奶喝起来也是奶味比较重的。但你自己，你自己应该喝看它的柠檬茶，根本就是没有茶味。我还没泼、欸，而且味道这么重。你先喝一口看看。哎、欸，宝贝，你刚刚把那个桌上的照片给我，先来一下。我刚好还没泼，我现在不急，吃完两个小时之后再泼。两个小时，对，没有那么急，不会有人那个急着一直在等你。爸比这个，虾是我，他送来的。虾是我，先吃吧，吃吧。好多米。只有点虾，没有点汤。怎么？叶布。你要吃虾吗？我去拿。你要吃哪种？你要什么？喝一下，喝一下。真怎样？好像没有，我们也没拿什么。嗯。整点的。整的很多，真的哈、哦。整影片啊。有没有饮料放两边？旁边他这有没有烤肉啊？饮料放两边啊？烤过了。被妈妈这样讲，害我突然觉得很害怕。怎样很害怕？他直接吃中间的地方就可以了，我怕他没烤过。可以啊。哪里？你就直接吃中间的。他有烤吧？小弟，他那个章鱼有烤。有烤过的啊，那烤过的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它生食跟熟食的柜台是分开来的。如果那边是熟食，那全部都是熟食。嗯，我们这一面的抓虫是跟星巴克的抓虫是一样的。小弟，那虾我是为你拿的哦，真的。哦，要那个面条。来喽，牛肉。牛肉酥酥。在中间那一小坨，宝贝，这根本就没有放，好不好？你太好了，中间一小坨啊！宝贝，来给你看，这个都给他，宝贝，你的垃圾入境了，你叫宝贝一起。别人呢？等一下就会来收了。他是一口就吃掉。嗯。那我来吃喽。嗯。我在听老外外录。应该没有到极化。帮忙挖路。
保冰箱是要剥的吗？深深的，对，它中间已经剥好了，吃一个看看。这不能吃吧？嗯，头不要，你就抓头尾，然后直接中间咬下去。哦，60秒要到了，赶快咬，嗯，咬咬看好不好吃？这叫泰国生腌，你觉得呢？咬不咬？真的、哦？嗯，我本来不敢吃生鲜，好吃，超 Q。是真的没有入口即化。没有吗？嗯，我也一样，而且我觉得还好。啊？先给妹妹。妹妹，你那空盘拿过来。不用不用，他不收，他来收了。感觉你有垃圾饭。我有，等一下等他来。餐具啊，不要放在盘上。对，他等于就收走。嗯，放纸上就可以。他没有入口即化，所以要小口一点。我一口。小斌，你吃那虾，我看看。是干贝哦。嗯。我叫两个。我有点饿、嗯。我接着，你这样哦。这个酱很辣，辣。这个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这个超好吃的，它里面是龙虾酱，真的。嗯。那你有沾着酱吗？没有，就是不用，不用沾，它不用沾，它里面有酱。它里面有酱。我比我增加半条。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没有用吃饭。等一下。好吃吧？嗯，这个超好吃。有点太快了，再慢一点。宇轩，吃吃看，生腌的虾。我把你把这拿过来，我怎么拿来？你这个不要了吗？我拿的都皮掉了，这我没有拿生鱼片的吗？我觉得你这个不要了是不是。那随便你吃啊。小斌，你要生鱼片来。先摸一个。你觉得呢？会不会不敢吃？刚刚很多，屎尿的味道，啊，屎尿的味道，屎尿的味道。味道味道我之前都说有尿的味道，没有，我没有吃到饭，有啊，在中间。他这个怎么不收啊？等一下，人家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不收哎、欸。他会收了，等一下。那个饭都没瞧过。就跟你说有饭，就是说干贝不好吃，嗯，没味道。柠檬味啊。嗯，我不喜欢。他可是没给狮子巾。对啊。嗯，很好吃啊。我也觉得，妹妹说有奇妙的味道。它的味道有点像以前我吃我妈弄那个卤鹅，你知道吗？湿的，不大湿的。在我的包里都没有跟太久。我们不能以我们平常吃饭的速度来吃。嗯。很好吃啊。
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可是时间差不多，我要赶快点甜点。我们要杀去那个？不是，你没看到我们刚刚点的第一轮才来两排？对啊，比较慢。我不知道妈妈去点甜点。现在？不是。你们纸跟笔啊？有吗？嗯。刚刚的纸在我包里。你写在另外一页。开网页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一定要吃那个跑步的。136、137我都写上去，他就走了。华一个人这样多少？嗯。一个人这样多少？1500。如果有主餐的，一个人2000，我们没有主餐，1500。觉得好像不用到1500，因为还没开始吃点点呢。我觉得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点那些面，你要不要点一些他的面？我要送那个面吗？嗯、对啊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你前后翻一下。我想要这个面，但我找不到在哪里。松露面在那边，我看到很多人在。我们是不是点了？叫 order 的。是吗 ？order 我们是。有511吗？有啊，509 order 过，我想吃509是干贝啊，已经送来了。干贝面。哦，干贝面，那还没来。那我们的干贝，刚点两个干贝是？应该是307。这个来了。那都在哪？点过在哪？好，猪都还没来耶。嗯。你点了一堆好不好？那你先看甜点好不好？甜点我们好像。有旁边。甜点。甜点。901有点吗？没有啊，都没有。嗯，甜点我们都还没点。哦，901写了哈，是什么？